美国炒作中国航母威胁，暗地里却和日本组建共享航母。拜登大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却测试 F-35A 空投战术核弹，欲将世界带入核战争的阴霾。美国一边高喊中国威胁论，炒作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一边计划为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配备高超音速武器。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揭露美式双标根深蒂固的霸权逻辑。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彤彤。在今天的演播室当中呢，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女士，您好，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先生，您好，欢迎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在生活当中呢，持双标的人呢，往往是为人所不齿。那么在国际关系当中，采取双标的国家，往往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的谴责，而美国就是最为代表性的一个国家。那关于美式的双标做法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请小叶为大家带来一个梳理。小叶，好的。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媒体对于这个事件最热门的五条评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引用专家观点称，美国把中国说成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伙伴，但实际上美国让中国减少排放的努力是出于政治动机。与此同时，美国却同意了日本处理福岛核事故污染水的计划，这暴露出美国的双重标准。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央视网评论指出，历经20年，美式反恐政策为何会失败？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无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在判定恐怖主义和恐怖行为时实行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样的反恐双标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环球时报表示，美国一直紧盯俄罗斯及中国的太空活动，并妄称不仅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也可能威胁到其他太空大国的安全利益。但最早开始反卫星试验的是美国，不享受任何太空义务约束的是美国，频繁在太空展示侵略性的同样是美国。继续来看第四条。中国国际电视台引用专家学者评论指出，美国自认高人一等，妄图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传播至全世界，他既听不进去别人的批评，也无法认知到自己的缺陷。美国在众多事务上的双标行径，正是根植于其奉行的例外主义。最后我们来关注。人民论坛评论指出，双重标准根植于美国霸权利益和心态，既是强权及公理的霸权思维的产物，也是追求唯我独尊的霸权利益的手段。作为霸权思维产物的双重标准，体现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深受强大不需要借口，弱小即是最好的理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丛林政治影响。以上就是媒体瞭望台的全部内容。彤彤，双重标准呢，实际上是美国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实现美国优先的一种工具，是其霸权思维的一种体现。那近期呢，美国的智库就在不断的炒作中国的航母威胁，在不断的炒作中国军力的扩张，但是背地里呢，却跟日本在偷偷摸摸的搞起了联合航母。相关的情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其报告中称，中国第三艘航母即将完工，并猜测该舰使用的弹射器是中国海军的一次重大飞跃，将使中国加入目前仅有美国和法国的专属俱乐部。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1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对中国海军军力发展更是自以歪曲。报告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拥有355艘舰艇，而美国只有297艘，并渲染中国海军是世界最大海军威胁。有分析认为，美国这一报告使用双标手法隐藏了关键指标。当前美国拥有11个航母战斗群，而且还会有3艘航母陆续加入现役。另外，美海军还拥有90艘宙斯盾战舰和70多艘核潜艇，常年在全球海域示威游弋。据美国海军此前发布的消息，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直升机母舰在南海进行了海上安全行动和演习。消息称，联合海上活动
动以及美国航母在南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例行存在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报道，两架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从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站起飞后，在出云号航母上进行了起降。美国军事网站认为，美国事实上已公开承认了日本拥有航母的历史性转变。那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智库哈，不断的去炒作中国的这个第三艘航母。所以先来问一下邵女士，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关注第三艘中国航母？我们知道呢，现在掌握了弹射技术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只有美国。虽然法国的航母呢也使用了弹射技术，就装了弹射器，但是它是从美国进口的。那我们看之前苏联搞了那么多年的航母，它也没有解决弹射器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哈，就是如果航母装了弹射器之后，就是它的这种舰载机的它的这种作战能力呢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预警机可以用那种大型的固定翼预警机，所以说它也意味着你整个的航母的作战能力会有和一般的意义上这种滑跃起飞的航母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美国智库特别关注的。虽然美国的航母很多，但是它是全世界部署、全世界行动。那中国的航母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周边地区，所以说从局部来讲，可能美国就没有优势了。当然，美国的这种焦虑不仅仅是体现在，比如说对于这个中国第三艘航母的这种恐惧感上，其实还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就是美国国防部2021年发布的这个《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比美国还多，是世界海军第一大这个强军了，已经是。对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在这个报告里这样的一种描述，魏先生您怎么来看？他们是什么样的目的呢？我认为这就是在玩这个数字游戏，而且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中国其实是进行这种正常的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淘汰一些比较老旧的这样的一些战舰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舰艇，那么实现这个海军的现代化建设。而且中国海军的属性和美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沿海区域、我们的领海、我们的岛屿，保护我们的这个主权。即使我们有一些海外的军事行动，我们都是打击海盗啊，保护海上的交通线，包括呢，我们也会派出这个和平方舟，去这个针对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医疗服务。所以，中国海军的壮大和发展，为全世界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是守护和平的。我们看这个美国海军，它在不断的壮大，拥有很多先进的战舰，它是要利用海军去支撑它的这种全球的霸权体系，它的航母编队、海上的作战体系要堵到其他国家的家门口进行威慑、进行挑衅。美国总统拜登呢，此前就下令国防部啊，去来评估在全球范围内美军的部署情况。但是这个原本只需要4个月的工作，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结束。那么新的部署又能不能够实现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请小叶带来观察。小叶，好的。原本计划于今夏发布的美军全球部署评估报告，至今仍未完成，主要是拜登政府对美军如何在印太地区布局意见不一。然而实际情况却可能是美军无论怎么选都不理想。我们先来看驻军基地争议巨大。对于在印太地区部署，美方一派认为应继续在第一岛链内的日韩等美军基地囤积重兵，强化前沿部署。然而目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基地已占海外基地总数的40%以上，兵力占海外总兵力的45%以上，驻扎在日韩的美军人数占印太地区的60%以上，已经是海外之首。而这些基地所需经费中的一部分由当地政府承担。以2010年为例，日本负担的比例为74.5%，韩国为40%。且驻日冲绳美军部队被曝向冲绳周围海域排放超出标准13倍的含有有机氟化合物的污水。而韩国在检查2020年美方归还的12处基地时，发现11处存在严重重金属污染和石油污染。日韩当地民众多年来自发组织了多次游行，要求美军撤离。我们再来看质量堪忧，机动部署困难重重。除了加强部署的一派，美方还有一派认为应将重心后移，以机动性较强的例如航母、核潜艇等作为核心机动部署。然而这些核心装备却接连出现问题，
2021年11月，一名长期为美方核潜艇所用钢材进行质检的冶金师承认造假。30年间，其伪造了至少240批次用于核潜艇的钢材产品的检测报告。2021年11月，美国最新核动力航母福特号被曝为了按时履行次年的部署计划，将正在建造中的该型航母第二艘肯尼迪号的部分零件拆下，用于替换自身对应的设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一般只有在实在找不到零件与替代品时才会使用。而此前刚结束维修保养的尼米兹号航母，在海上测试时发现其核动力装置存在材料缺陷，不得不紧急返回母港。彤彤，有一种观点哈，认为说这次美国把这个 F-35B 放到它这个准航母上，其实是变相的承认了日本拥有航母，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魏先生怎么来看待这个观点？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共享单车，有共享充电宝，现在美国提出个概念，就是共享航母。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共享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呢？我认为就是美国要赋予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海上自卫队一种进攻性的属性，就是说我允许你发展这种具备进攻属性的航母，但是呢你要为我冲锋陷阵，在更为危险的这样一个海域去替美国的战舰，替美国的航母去抵挡一部分火力。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军的这个舰载机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舰载机部队，在盟友的航母上，包括一些两栖攻击舰上进行常态化的存在，这也是一种捆绑，这也是一种控制。那么只要有美军的作战部队，那么在这种联合指挥方面，或者说在这种统一的军事行动方面，还是要听美国人的，所以呢他也可以更好地利用盟友的这个军事资源为自己服务。那除此之外呢，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美国，一边呢是说自己首先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但是另外一边呢却加紧研发了这个 B-61-12 核炸弹跟 F-35 的这种飞行性的兼容性测试。那么这种双标真的也是赤裸裸非常的明显了。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要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核态势均衡报告它的这个目的，而且为什么他会就这句话来征求北约盟友，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首先我认为呢，美国不会放弃现有的这种核武器的政策。那么为什么说要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很可能是迫使他的盟友去表忠心，就是说我可能会放弃我的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核政策。那他的盟友肯定很害怕，因为在这种军事同盟体系当中，很多国家是依托于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伞的，所以呢，这些盟友可能就要说，在这个核政策方面，你不要进行改变，还是要向我提供这种核保护伞，那么美国就可以进行更多的讹诈和敲诈。那么既然说在这种核武器方面，美国盟友有这种具体的需求，有更多的要求，是不是应该多交一些保护费？或者说呢，驻军费用问题方面，像日本、像韩国，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就要向美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让步。所以我认为呢，他并不是说真心实意的想在核政策的方面
有所调整，或者说有一些缓解的迹象，而是呢进行试探，看一看哪些盟友和他的关系很紧密，或者说呢借机想多敲诈一些钱。美国呢，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庞大和最先进的核武库的国家，一直以来呢，都把发展核武器作为自己国际竞争当中的威慑利器和制胜的法宝。但是在整个的试验和管理的过程当中，却非常的不负责任，对地区和国家的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有请小叶带来梳理。好的。陆基核力量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空军管理。目前，美国空军共有第90战略导弹联队、91战略导弹联队和341战略导弹联队这三个联队，以及第625战略行动中队负责指挥和操作美军的400枚 LGM-30G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2010年10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一则爆炸性新闻：美国空军与其控制下的50枚洲际导弹失联近一个小时。这些洲际导弹占到美国洲际导弹总数的1/9。尽管美军一再保证失联的核弹不可能意外发射，但如此众多的核弹失控还是令人后怕。我们来看，徇私舞弊，导弹越修越坏。民兵三导弹作为一种服役长达50余年的导弹，其自身就存在老化的问题。弹内设备经过多次延寿，也无法保证在战备值班或待命时避免发生如误射、核弹头丢失甚至意外引爆的事故。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上的 W87 核弹头的最大威力为47.5万吨 TNT 当量，相当于47.5枚投下广岛的原子弹，能轻易将一个特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2014年，位于怀俄明州沃伦空军基地的第90战略导弹联队在基地爆出数十名军官考试作弊的丑闻。同年，美空军三名人员在维修民兵三导弹时出现失误，导致一枚延寿花费1亿多美元、比采购单价8000万美元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F-35 还贵的导弹受损。我们再来看，负责管理战略导弹的部队人员被毒品侵蚀。据福克斯新闻网2020年2月的报道显示，负责保护三个州空军战略核导弹基地的安全部队人员因涉嫌使用大麻正在接受调查。此次涉毒的部队还是第90战略导弹联队，旗下共有150枚导弹。掌握大杀器的导弹部队出现吸毒事件，让外界担忧会不会错误发射核导弹。美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成为令外界担忧的导弹部队。彤彤，他近期也在做这个把核炸弹跟这个 F-35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兼容性的这个测试，什么样的状态条件下可能才会使用到类似这样的这个核武器？那我们说这个 F-35A 加上 B-61-12 核弹，一方面来说呢，它确实是一种战术核武器，它可以呢，比如说对前沿的部队实施攻击，可以打一些指挥所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这种武器装备的集结地。但是我们说呢， F-35A 它本身是一个隐形战机，而且呢它的作战半径也很大。那么这个 B-61-12 核弹呢，它的当量还可以调整，它呢打得还特别准，还是一种智能核弹。实际上呢，它又具有战略核武器的属性，完全可以打那种导弹的地下发射井。这个呢就是 F-35A 加上 B-61-12 核弹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不仅是战术核武器，它其实呢也是战略核武器。美国在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件事情呢，是频频拿中国说事儿，而且呢不断的发表中国威胁论，但是在自己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道路上却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要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消息，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办公室负责人约翰尼·沃尔夫表示，美海军仍在按计划于2028年为其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配备高超音速武器。不过在此之前，美海军的第一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将在2025年装备这款高超音速导弹，成为美军第一个配备高超音速武器的海上平台。然而在高超音速导弹问题上，美方近期频频拿中国说事。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接受采访时宣称，中国最近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非常令人担忧，五角大楼正在关注这一进展。针对美方大搞双标，反复拿中国说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目前仍在不断发展甚至扩散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并且投入上万亿美元升级其三位一体核力量。
美方反复就中方正常的航天器试验表达所谓担忧，并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论，那么美方能否向国际社会说明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意欲何为，又是出于什么理由担心别的国家呢？国际社会是否有充分理由对美举动表达担忧呢？王文斌强调，中方敦促美方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正当国防力量的权利，停止借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大肆扩充军力的伎俩。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国除了发展这样的非常灵活的这种战术或者是战略核武器之外，比如说它也在打造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现在美国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上？美国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高超音速武器，但是我觉得后来呢，可能就是说它太自信了，它这种动力呢可能也不是那么足。但是其他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它会更有动力，更有这种需求去发展。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最终呢是俄罗斯领先美国，而且这个领先呢还不是一星半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确实是开始着急了。所以我们看呢，它现在就是全面发力，这个三军呢推出了很多的型号，比如说陆军说2024年要开始部署，海军呢2025年就要上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了，2028年要上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当然空军呢现在看来呢发展的就是相对慢一点，因为它几次试验呢都失败了。那我觉得其实除了这种主观上不重视之外，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它一直没有这个中程弹道导弹，那么你这个助推滑翔武器呢，它的本身那个助推其实使用的就是弹道导弹，那你在这方面你就相当于说出现了一个断档。所以我们看呢，它空军的那个高超音速武器就是两次试射都是在这个助推火箭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另外呢，就是它现在发展的这种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呢其实本来也不是美国的强项，就是俄罗斯是比较喜欢搞什么超音速高超音速，所以它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比美国要强大得多。那么美国的巡航导弹呢，它喜欢亚音速，所以说它搞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的技术的能力也不如俄罗斯，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很难出现突破。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美国呢一直是想从各个层面，比如说拉拢日本和韩国，打造一个所谓的亚太小北约来制衡中国，但是在航天方面他们的企图却从来都没有实现。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有请小叶带来介绍。小叶。好的。在日本和韩国自身航天实力不足的前提之下，美国一方面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来恐吓日本和韩国加强与自己的合作，另一方面拒绝提供技术支持，以便进行长期捆绑，迫使两国长期充当马前卒。我们先来看日本航天起步早，实力却不足。虽然日本1970年2月11号就成功发射卫星，但是奉行欲君于民以民掩军的策略的日本已经落后于中国了。目前仅有4颗卫星的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以及4颗光学卫星和4颗雷达卫星组成的侦察系统，无法实现热点地区的持续监视。我们再来看韩国航天起步晚，技术水平低。2013年1月30号，韩国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才成功的用罗老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科技星2C 卫星。在2021年10月21号下午5时，韩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号运载火箭因第三级发动机提前关机而发射失败，表明其未能掌握运载火箭技术。目前仅有阿里郎3号光学卫星和阿里郎5号雷达卫星可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来看美国拒绝为两国提供核心的发动机技术。日本早期发射小型卫星依靠美国的德尔塔火箭，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其自研的 H2 运载火箭不仅发射成本为国际市场平均成本的2倍，而且历经2次失败才勉强成功。而韩国在美国不提供技术支援的情况之下，早期的罗老号火箭的一级发动机只能采用 RD191 发动机，而这款来自俄罗斯的发动机当时还处于研制阶段。今年的世界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表明韩国未掌握核心技术。彤彤，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词就是这个双重标准，从这个军事技术各个层面美国都在执行这个双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非常理性冷静地看待它，怎么样去应对它？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自私主义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就是
他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针对其他国家，不断的指手画脚，或者说采取一种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清楚了美国的这种双标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呢，双重标准会招致更多的反感和反对。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分享你们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美国要想重拾世界的信任，其实就要放下双标，摒弃零和思维，以及采取双标的这种做法。那同时呢，基于平等和尊重，同世界各国打起交道，真正的承担起大国应尽的责任。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军事制高点，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大家下期再见。